我们看十一页讲义，看第十页最后，以示持犯忏悔表。那我们受菩萨戒呢，不管是在家菩萨、傍晚菩萨、瑜伽菩萨，这所有的戒相的犯重、犯轻，还有忏悔的方式，你都要看这个表。法华经讲的不是很清楚啊，所以你一定要看瑜伽菩萨戒。可是瑜伽菩萨戒这个施戒或是忏悔的方式呢，这个我们在众戒里面看到一点点，后面轻戒讲完了他会再讲啊，但是这边就一起呢一起看了，你这样才会清楚。我们看受了戒以后不犯戒，那这样善心顺法，我们都没有犯戒，就好像证入初地的菩萨，他不犯，或是得到四不坏境的比丘，证到出果阿罗汉，他不再犯戒了。那我们呢，凡夫还会再犯戒，分三种。第一，恶心违法，我们故意去犯法啊。第二，犯众重受。第三，懒惰懈怠。第一个恶心违法呢，我们轻的啊还是重的心，我们说是轻的心就是非染污起犯，如果是重的心就是染污心去犯罪。那非染污起犯就是你的轻心去犯戒呢，比如说勿忘，忘记了，不小心了啊，不知道了，突然去犯到了，那这样就方便罪，就是责心忏就好了啊。那我们如果是重的都是染污心犯，染污心犯呢再分下品禅、中品禅、上品禅。下品的烦恼我们犯到轻戒，轻戒都是指下品的烦恼。那轻戒呢就分两个，一个是犯病罪，一个是究竟罪啊。轻戒下品烦恼，如果是方便罪，就是他没有完全犯到轻罪啊，还缺一个缘，缺一个缘，那就方便罪则心忏。如果已经究竟罪了，那你就要对手忏了，要找一个人啊，要找师父啊啊，找比丘、比丘尼忏罪了啊，因为他们比较懂罪相。我们说五戒了，犯到五戒啊、八戒啊，那你这些沙弥啊、沙弥戒啊，也都是找比丘、比丘尼去忏罪的啊。菩萨呢，一般呢也是以这个为准啊，除非说你都没有人了，那你才找懂菩萨戒的人啊，否则还是都是一一呢啊，菩萨比丘、菩萨比丘尼来忏。那如果犯重罪是下品禅呢，那方便罪跟究竟罪通通是对手忏，一样对手忏。我们犯到这个重罪，就是指自忏悔他呢，后面这四条重罪，那你就觉得不对了，那赶快忏悔啊！我自忏悔他了，两个都犯了，那这样找一个人，找师父呢去忏罪。如果是中品禅的犯重罪，那重方便对一个人忏悔；如果犯到根本罪，你就要找三个人以上、四个人、三个比丘啊，或四个人以上呢，你要忏罪，中品烦恼就少惭愧啦，啊，这个呢都是呢这个心呢还烦恼自胜呢，那这个是中品烦恼。如果是上品禅烦恼，上品烦恼呢去犯到重罪，是重罪呢，若是方便罪还没有到根本，那对手忏。譬如说他呢
自赞毁他呢，还没有完全的毁他，啊，那也批评了差不多了，可是还没有很严重，那这样方便罪而已，或者他只是批评人家的师父而已，啊，那这样呢，对手忏，如果究竟罪呢，那已经犯到上品禅了。那这个你的菩萨戒就失戒了，就不是菩萨了。那这个后面六条重罪，自赞毁他后面六条，哦，从沽酒戒、收拾重过、自赞毁他、兼习财法了、称不受毁、帮人正法，这六条犯到上品禅，那你就不是菩萨了。可是可以忏悔。啊，忏悔几个月了，或者一年呢？那你可以再重受菩萨戒。可是这个重罪，如果是属于是根本重罪呢，你也是菩萨戒了。这边分两个，我这边分两个，因为又等于你的上品禅犯重，那你就不能够随便忏悔、随便受戒了，一定要拜到见。光见花好像才可以重受菩萨戒了。我们看第二个，犯众重受。第一个这个重受呢，这个犯众啊，如果是破四根本的杀盗淫妄一条啊，你就不论你上中下品禅，只要一犯到杀盗淫妄，通通失戒了，比丘戒、菩萨戒。所有的声闻戒通通失掉了，那比丘戒你就要灭秉，就还俗了。如果你还有惭愧心、忏悔心，僧团还允许，这样可以做语学沙弥，就摧毁沙弥，不认更受，不可以再受比丘戒了。虽然你依大圣的取向忏，你拜呢旃茶忏啊、千佛忏啊、万佛忏啊、大悲忏啊、八十八佛忏啊，你说你见到好像了啊，也有人这样跟我说啊，你见到好像了，佛光来跟我照，佛光来跟我照，佛光照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光？就像欧多拜亚的光那么大啊，我说那是几盏欧多拜亚呢？啊，一盏还两盏啊？他说大概两盏啊。我说太阳呢，啊，太阳光呢，跟欧多拜的光怎么样？他答不出来。啊，这个呢，你取向忏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你讲的人家不会不懂啊，你讲看看。所以这个见到好像是可以检查的，不是不能检查的。所以这个假设是真的是。证到好像了，啊，就说那我拜旃茶忏证到清净轮相了，好，就算真的。有些人说那是真的，我只问一句话，我们再来拜一次，一样拜地藏菩萨，你沾我也沾，敢不敢？东马说不敢，啊。那，啊，奇怪，你不是地藏菩萨跟你清净轮相了吗？啊，我也跟你拜啊。地藏菩萨告诉你清净了，一定会告诉我也清净了，才能够证明啊。为什么你不敢？所以这边注意啊，取向忏是可以证明的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是可以证明的。啊，好，你呢？真的证明了，真的是这好像，那恭喜你。可是断头就永远断头了，终不能够恢复申诉的，啊，这个在永无一大师他只是讲说啊，顶多做个语学比丘了，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，啊，这个逃的逃，跑的跑，通通不见了，因为他受不了。啊，比丘我是没有看过了，都是跑掉了，
比丘尼呢，有些时候还有存在的，还有再生团的，这大家还帮助他，但比丘呢都没有的。所以这里啊，断头就永远断头，你不能用大圣忏悔法来补小圣的身数，从来没有呢用这部律破那部律，用大圣的经破小圣的经，不可能这样子。小圣律呢说断头了就永远断头了，不可以说用在大圣说哎可以再恢复，没有这回事的。这只是在跟你讲你可以忏罪，不要再受，不要到了地狱去受苦，这样罢了。但是永远断头就断头了，不会再恢复身数了啊。所以是根本重罪，一定不可以犯，因为你犯了就是代戒犯戒了，就边罪了。那菩萨也是一样啊，啊！再来第二个，如果是犯到后六众呢，上品禅呢，犯到瑜伽界的，啊，这个毁千称棒啊，或是《方广经》的后面六条也是一样，那你就失菩萨戒了。那如果是声闻人呢，如果是比丘呢，犯到后面六条呢，比如说他去呢卖酒啊、沽酒啊，啊。或是自赞毁他之类的，那这样他不失比丘戒、啊、他只是失菩萨戒了，可以再忏悔再受菩萨戒。那怎么受呢？怎么忏呢？看第三，许忏更受菩萨戒，对十方佛行方等忏，看你依哪一种忏法，那个忏法规定什么叫做好相，你来忏啊。你看那一哪一部经啊，普贤观经啊，瞻察经啊，啊这个哪一部经呢，他会跟你讲什么是叫好相。那若见好相，就见完全，不须更受啊，有些是这样子跟你讲的啊，瞻察经啊，或是这些有些跟你讲，哎他就显出灭罪两个字啊，那这个是有他的灵验的那个地方啊，那这样就不需要受。如果不得好相，忏满一年以后，可再去重受菩萨戒。这个先手一级大师呢，都是这样子讲。好，所以这个犯众戒要分两个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菩萨戒都一起讲了。不局限在瑜伽菩萨戒，瑜伽菩萨戒只讲后四众而已。现在把所有的菩萨戒都一起来讲了，《方广经》菩萨戒呢，它有包括十众戒啊，啊，有包括杀盗淫妄啊，所以犯到杀盗淫妄的时候，你也是失菩萨戒的，可是不能够马上重受菩萨戒的。啊，不，这个瑜伽戒它是可以重受菩萨戒，可是不是只杀盗淫妄，这个要特别注意了啊。所以这个是轻罪跟重罪。那这边又约心，我们看第三，我们如果是懒惰懈怠啊，这种心呢，那你犯到戒的时候。分两种戒，如果是应该去做的戒，勤彻应该要做善，这种戒相啊，你懒惰懈怠没有去做，名染污犯啊，这叫染污犯了、啊。应该要去做，你不去做啊，这个应该这个恭敬三宝，供养三宝。第一条戒等一下我们就看了，你应该要布施，要恭敬三宝，这是一定要每天都要恭敬三宝啊，得到什么东西我们都要供养三宝啊，每天要烧香要拜佛啊，哎你不去做，
染污犯懒惰懈怠，因为这一定要做的，我们要往菩提佛果啊，佛果菩提呢，你为什么不做呢？这样怎么样办法熏习到佛果菩提啊？所以懒惰懈怠染污犯。但是有些戒呢，如果是应止之戒，就是应该止息不要去做的，会让我们懒惰懈怠，这样就非染尾犯了，就不染尾犯了啊。有些是一些威仪，我们懒惰懈怠没有做到了，那这个这些啊，那个非染尾犯啊，或是你应该要接受人家供养啊，你没有接受啊，那这个非染尾犯哦，人家要请客啊，你都不去啊，非染尾犯。再来，烦恼轻慢而犯的，烦恼比较重的，或是轻慢心，轻慢呢，轻慢三宝，轻慢师长，这些都是呢染污犯，这比较重，染污犯就要对手忏了。如果是无知放逸而犯啊，那不染尾犯，就非染尾犯了啊。有时候忘记了啊，无知了，或是放逸了，散乱心了，那这样非染尾犯，看他的心。好，再看上中下品的分别。在《学思论》九十九卷里面呢，有谈到了这些啊、哦，这边我简单讲就好了啊、哦。说复次念有无法摄彼那也，何等为无？那我们整个戒律呢，受了戒以后，那你要知道我们犯的是哪些罪呀、啊？这个分成五种，第一个性罪，第二个遮罪，第三智就是你犯了啊，第四个开远不犯了，第五醒啊。好，简单解释一下。第一，云何性罪？为性是不善，能为杂染损恼于他，因为他的体性就是不善，他就不善业，他是违背道理的啊！不管佛治罪还是不治罪啊，佛有没有治这一条戒呢？你杀盗淫妄，你都是呢，他的体性就是罪恶的啊，你就一定会感到苦恼的果报，这叫做性罪啊！你杀盗淫妄都是损恼他人的，所以能为杂染啊，损恼一致，你到最后还是会损恼自己，你杀人到最后到自己也会受苦的。你偷到别人的东西，到最后自己也会受苦的。所以虽不遮治，就是佛没有来治这条戒，你到哪个国家去，哪个社会去，一定是属于罪恶的。但有现行便往恶去，你只要现行，就是你起了这个牲口造作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堕入恶道了。因为他的性，他的体性就是罪恶，哦，杀盗淫妄，这最容易明白了。虽不遮治呢，但有性现行，能障沙门。杀盗淫妄呢，不遮治就是你能障沙门，就是你不能出家了，啊，就是你呢会遮呢你出家的啊行为的。再来第二。云何遮罪？为佛世尊光彼形象不如法故，或令众生众正法故，或见所作随顺现行性罪法故，或为随顺护他心故，或见障碍善去受命沙门性故，而正遮止。若有现行如是等事，名为遮罪啊。我们说遮罪就是佛啊有治这一条戒是要习事积险啊，
所以这个是指犯戒罪啊。佛有制造这条戒，才有遮罪；佛没有制造这条戒，就没有这个犯戒罪了。所以遮罪呢，也叫犯戒罪啊。这个每一条戒当然都有犯戒罪，可是这个有时候也叫做积嫌戒啊。那这个积嫌戒呢，是佛观世尊呐、啊，世尊呢观彼形象不如法故，人家积嫌的啊，三衣不齐整呐、啊，比丘啊穿不好啦、啊，走路啊没有威仪啦、啊，吃饭没有威仪啊，或令众生重正法故啊，或是要让众生呢啊看到出家人的，他知道这个他能够尊重呢正法。所以我们比丘戒里面呢，比丘尼戒里面都很多呢在讲这个的啊，令他们呢入这个正法，或见所作随顺现行的性罪法入，或是杀盗淫妄的等流啊，这些罪相啊，我们在二篇的罪里面呢啊，都是贪心所来，都跟淫欲呢男女相关的，那这些都是呢他的等流啊，你会随顺你的性罪啊。所以我们清戒里面呢，我们这个在比丘戒啦，或是就是这些会也有性罪的，清罪里面也是有随顺这个性罪的部分，或是为随顺护他心故，护他心就是要息事积嫌啊，在家人说土地有啊，土地有生命啦、啊，怪生种啦、啊，啊，不可以垦土掘地啊，这就是他呢。人家在积险的，那我们就不要去照做了啊。或见障碍善续寿命沙门性故啊，或是你呢断处生命啊等等这些呢等等呢啊，这个人家做出家人，那你怎么可以呢啊？这个用蚕丝被啊，用整个什么？你会断处生命啊，或是你杀害虫蚁啊这些等等呢？那你也会就寿命也不好啊。啊，那你的这个威仪呢，也会被在家人讥嫌了，所以来治这个戒，所以很多戒呢，我们几百条的戒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。若有现行如是等事啊，是名说明为遮罪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说性罪也比较这个属于这个因果罪、业道罪啊，你。有没有受戒？佛有没有治这条罪？因果罪、业道罪，你去杀盗淫妄，哪个国家你有没有受戒，都一样会受这个因果报应，会有这个业道，一定受报的。但是这个遮罪呢？遮罪是你有受戒，有受戒，你是五戒了，你是八关斋戒，你来受比丘、比丘尼戒了，你才有这条罪啊！啊。你没有受戒，你说喝酒，我没有受酒戒啊，你就没有这条戒了，就没有犯戒罪了。所以有受戒才有犯戒罪啊，没有受戒就没有这个犯戒罪，就没有这个遮罪了。酒戒，你有受五戒的酒罪，你才没有，才不可以喝酒，才有这条酒戒啊。你没有受戒，你就没有这个遮罪了。菩萨戒。有受戒，你才会有犯戒罪啊。没有受戒，你就没有犯戒罪啊。所以《璎珞经》里面会讲：有受有犯，名为菩萨；无犯，名为爱外道啊。有犯戒的才叫菩萨，没有犯戒的通通是外道，因为他没有受戒啊。没有受戒，他怎么会有犯戒罪呢？没有犯呐、啊，可是他永远不能够积聚资粮，所以。我们要了解这个观念啊，在第三，云何名智？智就是智教佛治了这个戒了，未有所作能往恶去。佛为什么要治这条戒呢？因为你造作这样的行为，比如杀盗淫妄啊、喝酒啦、断处生命啊，啊。那你这样呢，你就会
你造作这些恶业，能够往恶去，就受这三恶道的报，或是站上去，或是不能够升天呐、啊，或是仗如法得到利养啊。比丘戒有很多啊，啊，你贪着衣服啊，贪着呢啊这个钱财啊，那你到时候人家会或是呢骂利人家、啊，那这样你会呢障碍你得到了利养啊，或障寿命，或障沙门等等。如来呢，就遮至不令现故，故就如来就自戒了。好，如来就自戒了。那与这个相违的违背的，就是开缘了。啊，第五，云可明醒？为念有三醒：一者有犯，二者无犯，三者还净。我们呢持戒的戒行呢有三种。啊，你是有犯戒，还是持戒没有犯？还是呢犯了以后忏悔恢复清净，这三种。那这三种呢，虐摄为恶，再分两种，一个邪行，第二个正行。因知有犯说明邪行，无犯还净说明正行。我们如果有犯了都不忏悔，这叫做邪行。我们没有犯，或是犯了以后又忏悔恢复清净，那这样就是正确的行为了。此中因何犯所犯罪，为与因作而不作，即瞎行故。什么叫做犯罪呢？应该去做而不做的。比如说我们作善，应该作持的，应该呢恭敬三宝的，应该要去呢，啊、哦，这个布施的，或是怎么样的事情，你不去做，或是他的家行，或是呢不应该做，就是应该要止恶的，应该要止恶的，不应该去做，结果你反而做了。或是他的家行就跟他的同类的之类的，这样两个都叫做犯罪了。又比由是因缘故犯所犯罪：一无知，二犯意，三烦恼甚故，四轻慢故。这边在讲呢，你犯罪的原因呢有四个。第一个无知，第二犯意，第三烦恼自胜，第四轻慢的缘故。这大家自己看了，我已经把它列表了。你看结论就好。最后无知犯意所犯的重罪是不染污犯，烦恼自胜跟轻慢所犯的罪是染污犯，啊，那这个在解释什么叫做啊、哦，这个无知，什么叫做犯意，什么叫烦恼自胜，什么叫轻慢啊、哦？这个大家自己看定义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们看乙六三品禅的分别，在瑜伽师论里面有讲好几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烦恼的上中下品。现在用五种角度，就五个因缘来解释。第一个，由自性故，自性由它的本身、它的体性来看，上品的罪，比如说它的本身就属于他胜罪具，就好像比丘的第一篇杀盗淫妄嘛，那这个就是。本身他的自性就是上品的，就是比较严重的，最严重的。那我们瑜伽菩萨戒啊，放菩萨戒呢，你放在重罪的那个，就是本身就是很严重的过失，就是上品的罪。在中品的罪呢，重于罪具，那比较轻一点的，那比丘戒，譬如说二篇的啊，那下品的呢，所余罪具就剩下的，或是其他篇的三篇以下的，啊，那就是他的
本身的体性就这样。第二，有悔犯，你悔犯的啊，这个心呢，如果是轻慢、故意犯，那你这种心呢，犯到呢，都是属于比较上品的罪。你故意了，而且是很轻慢的，啊，那这些都比较上品的罪，啊，你看这个自赞毁他啦，谦虚财法都是高高在上啊，自以为是啊，称心不受毁，因为是很高很傲慢呐、啊。这个半万正法也是啊，半万正法呢也是自以为是啊，慢心的以为我是正的，你们都是邪的。这都是有轻慢性，轻慢的人家正确的，啊。那如果是比较中品的，就是一般的烦恼，啊，一般呢，我们白法里面一些烦恼的心所呢产生的。那下品的罪呢，大部分是无知放逸的，那就属于下品，就是你毁犯的心呢，心所也可以这样来看。那这是一个大概，啊。翻过来，第三由意乐，意乐就是我们现在一切菩萨界，主要是由你的动机，啊，你的犯罪的动机，你上品的罪，你是上品的贪嗔痴那种烦恼的心，上品的贪，那个你很贪心或是很嗔恨心，你去呢啊那个。贪利养啊，贪恭敬啊，啊，或是很嗔心的啊，这个不接受人家的忏悔啦，或是哦要打人家，要骂人家啦，这是很那个你那个动机，你在犯戒的当下那个动机那个意念意乐了。如果是中品的呢，就是你当下那个心呢，贪嗔痴那个烦恼的心降一级。还没有那么猛烈，啊，那下品呢，就是呢，你那个贪嗔痴的那个烦恼，在犯罪的那时候呢，虽然也是贪嗔痴烦恼，可是你犯了，马上就觉得不对了，就有惭愧了，啊，因为你那个动机不强烈嘛，你在犯罪的那时候的动机不是很强烈，所以你马上呢会觉得不对，会惭愧。再看第四，由识别，你犯罪的事项来分别下品的罪，譬如说你嗔心的烦恼，杀害畜生，生允罪罪，譬如说我们故断畜生命，比丘呢是下三篇的罪，那这是比较小轻的罪。那中品的罪呢，你还是杀人，对不对？于忍或形状非父母而杀害，你是杀人，可是你不是杀父母，那这样你就犯到他胜处法了，你就犯到重罪了，这是属于中品的。你是杀人，那就变成比丘的第一篇杀盗淫妄，那是属于中品的。那还要比杀人还比较严重吗？有上品的。你杀父母，与己父母，故意去杀父母，那这样比杀人还严重，因为是犯到逆罪，生他胜处法，而且是无间罪，这是属于逆罪。杀父母啦，师长啦，圣人，这些都是逆罪了。来第五，由积己，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就是你犯的次数。下品的罪呢，比如说你犯到一条罪，你没有马上去忏悔除罪，你还犯第二次第三次，算到第五次，那些都是算下品的，这是用次数。中品的呢，你呢没有忏悔，从第五次开始犯到第十次第三十次，可以算出来的次数，不悔除，这属于比较轻的一些那些
积取的税项啊。上品的罪呢，就是你不算不清楚哪一天哪一次犯的啦，无量啦，不可了知了，那这样你就会积成上品的罪了。所以我们《法王经》里面讲啊，啊，这个水滴虽微，见引大气，刹那造作，殃堕无间呐、啊，啊，这个犯的轻罪，它会累积啊。水滴虽微，见引大气，犯的轻罪越来越累积，越来越累积，到最后变成中品的，到最后变成上品的，就是指这里了，就是你那个心越来越不惭愧了。常常说说犯呢，觉得没有无所谓了，啊，所以小罪慢慢积成中罪，积成大罪，就是要小心了。我们所以为什么要常常起这个惭愧心、忏悔心去对治自己呀、啊？避免我们的心呢，啊，常常呢，懈怠放逸呢，就变成烦恼了，变成烦恼到最后就变成轻慢了，轻慢就上品的啦。啊，无所谓了，无所谓就会变成上品的。好，总结，那这个上中下品呢，这边最主要是指啊，下品禅呢，见有过失，有惭愧心，有羞耻心，偶然呢犯到一次，他就部位生大罪过了，要忏悔了。那这个在犯重罪的时候呢，那你就要对手忏就可以了。如果是中品禅，不见过失，或是少烦恼。少惭愧，或是没有惭愧，啊，如果他有惭愧，已经看到过失了，所以他不见过失，那后来是怎么样？后来人家跟他讲，啊，这个我们也碰过啊，跟他讲，他要去问好多人，好几个人才回来说啊，法师，我跟你忏悔。他问了以后呢？哎，我刚才这样的动作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哦，不对啊，你怎么可以呢？不恭敬师长啊！他才回来跟你忏悔，这就是呢，不见过失了，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，还要去问人家，他这样对不对？啊，那上品烦恼的人呢，他就不见过失，还以为有功德，后来要再现行，受犯、受造罪，都没有惭愧心，你告诉他，他也不接受，深深爱乐，那这个他也不会去忏悔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施菩萨戒了。好，那这个是。啊，这个把、啊、这个重罪这边的讲完了。那乙七看十五页，乙七呢，这个声闻戒跟菩萨戒比尼呢，啊，这个大家再自己看就好了。在《清净比尼方法经》里面呢，菩萨藏跟声闻藏这个两个不一样，啊。我们 很快的看几个就好，你看第三行啊，所以你看菩萨戒呢，它可以自是受戒，不同声闻戒，它要假师长，它要三世七正才可以受戒。那受了戒以后，菩萨呢，他不舍菩提大愿，还有上品禅犯他身处法，菩萨就一受永得啊，乃至成佛，他不施这个菩萨戒。所以他跟声闻人不一样，所以前面讲说啊，部位三界比尼是声闻比尼，可是菩萨呢，他受无量生死，欲化一切众生，生于三界比尼，这是菩萨界。那轻毁功德庄严比尼是声闻界，嗯，菩萨呢他自己功德庄严比尼是菩萨比尼。声闻人呢，自断一切烦恼，自己断烦恼这样就好了，是声闻比尼。可是菩萨呢，欲断一切众生的烦恼，是菩萨比尼。啊，非为一切诸天所事，是声闻比尼。一切三千大千世界诸天视之，是菩萨比尼。
一切摩舍是声闻比尼，一切三千三大千世界诸魔嚎哭，一切众魔生于冤憎声吹无响，是菩萨比尼啊。唯独照明是声闻比尼，欲普照明一切世间，欲照明一切佛法，是菩萨比尼。这个呢，大家自己看。所以后面呢，啊，这些都是呢，我们呢，啊，不同于声闻很的地方。所以从受持菩萨戒开始呢，那这个在啊这个经论里面呢，都有谈到呢，要生出这个难招难遇的之想啊，啊，做一个十亿菩萨。做一个呢啊，这个直往佛果的菩萨啊。好，那这个是重罪呢，我们补充说明的。好，底下我们看轻罪，看戒本，一切菩萨戒本。第八页，丙二明珠清戒，丁一总标令之。现在我们讲呢，四三清戒。如是菩萨按诸菩萨境界律，于有违犯及无违犯，是染非染，软中上品，应当了之。我们说了菩萨戒以后呢，那我们应该对于什么是有犯戒，什么是没有犯戒，什么是染污犯，什么不是染污犯，什么是上品、中品、下品的烦恼，你应该去了之。就刚才我们讲的，啊，好，再看丁二。别是戒相，分别来解释四三条戒的戒相。物一为六度摄善法戒，那这个戒相分摄善法戒跟饶益有情戒这两大类。先看第一大类，摄善法戒。摄善法戒在分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这六度。第一度布施度，我们违背布施度了、那这个下面讲的戒，下面讲的清戒都是属于摄善法戒，跟后面是饶益有情戒。那这个摄善法戒里面呢，这个菩萨戒里面都会讲到心，你的心怎么样呢？有罪，怎么样没有罪？跟声闻人呢，声闻界的时候不大一样。声闻界那个还没有讲那么多心，可是菩萨界他就讲很多心了。所以你摄善法界里面，我到底有没有犯到这些六度万恨的戒呢？你要观察我们的心。好，看一下讲义，下面的所有的戒都一样哦。看讲义十六页，假二，这在一觉十地论摄觉则分里面呢，有讲到六心善观察。说云何善法摄善法界比那耶句，我们菩萨呢在摄善法界勤修学的时候呢，应该注意我们的六种心态，这六种心态要善加以观察。何等为六？第一轻蔑心，第二懈怠惧行心，第三有复辟心，第四勤劳倦心，第五病随行心，第六障随行心。这个论文里面呢，他讲很多，
看十七页，我们总结，看我的表，看那个表，那你再对照那个文去看，这样就比较快了。第一个，所以我们看六星罪相表。第一个轻蔑心，下面呢四十三条轻戒哈、哦。假设我们生出呢于善法中所有轻心，就是轻慢的心，无甚解的心啊，不想去了解啊，这个、也不想去读，也不想去了解啊，怎么样去布施，怎么样修禅定，怎么样呢？啊，这个爱护众生啊，尊敬三宝，你都不想去了解。零灭心，不恭敬的心，你生出这个心，升起，你看下面哦，升起不应忍受，就是我们的心有时候我们会生出来了，生出来了不能够忍受，就是你要对治。我们这个心所一生出来，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常常对治，或是每天要忏悔的心，要反省的心，你如果没有对治，没有忏悔，那就是你忍受了。现在你不忍受，不忍受就是你对治他，这样没有罪，无罪。如果你忍受而不弃舍，就是你没有对治他，你忍受啊，我轻心、无甚解心、不恭敬的心，那这样就有罪，这叫做轻蔑心。好，再看第二个，懈怠具行心，譬如说懒惰啊、骄醉、放逸啊、懒惰懈怠，这样呢，你升起来了，你不应忍受，就是有对治，那这样没有罪。如果你忍受了，就是没有对治，就是不弃舍，还是懒惰懈怠啊，睡啊，睡得很晚啊，吃得很晚啊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不用功啊，这一天到晚的睡觉睡觉打瞌睡，这样呢有罪，就非犯到轻罪了。第三，富弊心，若有贪欲等，虽有一概，或是诸烦恼及随烦恼缠绕心，就富弊心啊、哦，那这样呢也是要对治，没有对治就有罪。第四，勤劳倦心，比如说我们勇猛精进啊，可是呢啊、哦，拜佛一天要拜一千拜啊，还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到最后呢，身心疲劳了，身心疲劳了啊，受不了了，躺下去睡觉了，一睡三天三夜啊，拜了一天睡三天啊，这个若为暂时呀、啊，无罪，暂时休息，这样没有罪啊。如果毕竟舍勤，就是毕竟舍勤，就是不再拜了，那这样就有罪了，就表示你这个没有呢精进的啊，本来要精进啊，那这样又不精进了。第五，病随行心，若有诸病损恼其心，无有力能，不堪修行啊，我们啊。感冒、发烧、头痛，或是什么样的病了，没有力量修行了，或是卧在床上了，或是狂乱心了，这是重卧病啦，或是狂乱心的，那这样都一向无罪。这边的损恼其心，这是比较属于重的罪、重的病了，所以重的病一向无罪了。啊，如果是轻的病呢，就属于这个第四啊。啊，轻比较轻的病就是属于第四，第四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再精进了，会休息了，可是暂时休息可以，因为我们生病嘛，那是属于你不能再精进了啊，或是劳累了，暂时休息可以，那属于第四的。如果是重的病就属于第五，那这样一向无罪。第六，障随行心，若有喜乐谈论，业障随主其心。一天到晚跟人家来啊、高谈阔论呐，那你要利益众生，观此有大利益而忍，这样没有罪。
就是有时候利益众生要跟他们呢交谈啊，或是要谈天说地啊，或是要呢去哪边呢玩啊，去哪边干什么啊，你要跟他们来往啊，啊，看起来是会有障碍我们，是不是叫做业障随主心，障碍我们修学戒定慧啊，但是你要利益众生，所以没有罪。如果呢随所欲故入，或少无力，或是你根本就没有利益众生，或是呢，自己的欲望呢，故意要去这样呢，啊，喜乐谈论呐、啊，这样就有罪了。所以下面呢，是三条啊，轻罪里面呢，或是跟色善法有关的呢，都是要用这个六心来观察。这个在色觉者分里面，因为我们后面的轻戒都会谈到呢，这些呢，懈怠懒惰啦，或是呢，啊，或是有开源，或是有染污还是非染污呢，都跟这个心有关系。所以这个是在学习菩萨戒里面呢，要特别啊去鉴别，有这些心所要特别去对治的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，向下文章，未来日回向。